昨天让你们填的个人情况表，个别员工非常的儿戏。职场守则第一条，及时复合领导是迈向成功的第一步。太过分了，真是是可忍，说说忍不住了。哼，公司的文化盆地又开始整活了。没错，说的就是你呀、啊。不对，现在我们就看看，到底是谁没认真填？没认真填。第一个，民族。汉族。满族。人族。你跟我在这玩星际争霸呢？这样讲，你们对当前的工作有什么期望？我觉得日报要在1000字以上，下班后一定要开会总结。我觉得目前上班时间根本不够用，我申请取消所有节假日。他俩有病啊！我出去一下。晚上有空一起看电影吗？要不今天先到这里吧。刚好姐妹催我干饭。哎，静静，烦死！怎么了，老板？我租了一辆车，你一会儿帮我签收一下。没问题。哎，你好，我找张总。送车的来了。车开来了吗？这是要准备停车券吗？太周到了。开了，开了，开了。那带我下去看看吧。没必要吧？我报下车牌不就？真没必要，做事要严谨。不愧是大公司啊。老板，我收到车了。竟然在整改呢，擦干净点，这么脏，怎么配得上我们老板的身份啊？底盘也擦一下。啊？还什么啊？好，干活。哎，我不是说取消订单了吗？你们怎么？王总。王总，王总哪呢？臭臭。王总亲自洗车呢。